TV 老师，今天我接下来玩的是这个 史莱姆喷泉机。哦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史莱姆放这里，它抽上去，然后流下来。这是什么？是谁？哇，好大，透明的。哦，还有贴纸的。贴纸，把它贴一下吧。好的。那一定要接好。你看这台机器全部都是史莱姆。哇，你贴好了。全部都贴。对啊，就是刚刚贴就贴完了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贴纸。哦。奥迪跟奥妈。对，这个也是贴。装电池。感觉上好像需要蛮多电池的，这个很大呢，是要大颗电池啊。四个超大电池。哇。那我们去买电池吧。A few minutes later。电池买回来了。哦，有哎，所以我们要把史莱姆倒在这里，倒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它会抽上去之后流下来哦。哦，它是这个很透的颜色哎。哦，流了，你看流出来。哦，流了流了，看起来很厉害哎，哇哦！他说要这个倒下去之后要放着，然后我们要等30秒。是三秒，哎呀。不要用声音，然后它可以有不同的灯光颜色，可以调整颜色的。然后你也可以敲上这个声音。要不不过来，有点吵。哦哦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第二，哦，好酷啊，它自己吸上去耶，哦。哦，第二条来了，第三条。第三条来了，那蛮酷的耶。可以这样子抓过来耶，你看，哦，它是永远剪不断的史莱姆，对，它会一直就是一直循环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它会一直流下去，一直流出来，然后吸回去，酷哎，你看它在流，它自己会流啊，你看它流的样子，它会动哎，你看它下面的史莱姆，有没有看到，一直转来转去，对对对，我们把灯关掉试试看，哇，亮哦。有种疗愈感，你看，哇，你不要把它回了，我把勾过来了，绿色的，哦，绿色真的很史莱姆，很史莱姆，看我可以这样勾它。好，我现在灯打开，如果我按 off 的话，它会怎样？它就整个关掉了，但是它还是会流啦，就是流到碗而已，杯子。水舞吗？哦，水舞哎，哦，水母哎。嗯，现在很好，现在看下去了，嚯，你看，哇，剪头发，丢回去，哦，这样，哇，好肥呀。我觉得这可以玩很久哎，就是一直看它流出来要剪掉，结束。结束的时候，哦，把史莱姆都拿出来，全部拿出来放回袋子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可以让它滴下去，不然它一直循环。好，那我们结束游玩的话，就是把这个可以收进袋子之后，下次还可以再玩。它会干掉哦。然后我们就是等它流完，等它流完之后，我们再清理。然后它底下还有那个转旋钮，就是可以从下面取出来。就是最后的时候，等全部流完之后，这个在玩具反斗城买得到哦。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玩具反斗城买哦。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再订阅全部的频道哦。拜拜，我们明天有事，再见，拜拜。史莱雪躲在一个史莱姆盒里面。
猫咪是水做的，塞好塞满。不是，是这个盒子又被它撑爆了。快要撑爆了，真的。这个在玩具反斗城买得到哦，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玩具反斗城。拜拜，我今天讲话怎么那么？